好啊，欢迎你到我哋嘅咖啡拉花草制作花絮啊！一杯靓咖啡，望落简单，饮落简单，享用都好似好简单，但系其实当中却系有好多学问啊，唔系咁简单啊！团队准备拍摄就绪一切，更加重要咧，能够借到 Jimmy 一个小制作，但系大场景，仲有一个靓海景啊！各样工具齐备就绪，排列清晰，准备就绪啊！嚟啦 ，camera。影师 Rogi， 同学仔各样就绪一切，真系有得饮噶，几兴奋，好开心啊！咖啡师充当埋航拍师添。睇完真系有小制作，但系大场景啊！好多谢 Jimmy 借出个地方，更加我哋嘅最佳女主角 Grace 参与后期制作，大家团队工作细心剪接。Thomas 航拍师、咖啡师加埋我哋嘅主角，嘉俊哥哥帮我哋打点一切，各样就绪，执头执尾啊！当然唔少得我呢个小嘅执行导演啦、啊，再加埋就系 Gary 嘅拍板同埋记录一切啊，我哋先可以执得咁清晰。仲有就系 Kelvin 充当摄影师同埋车出车入预备一切啊。Jimmy 当然场景再加埋冇咗佢啊，我哋乜嘢都拍唔成啦。最后的当然我们的女主角 Grace 啦，当然不少得洛 Sir 的参与啦，幸好我们没有另外大晒头。